欢迎冲动哥哥，你们不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吗？欢迎李叶小姐姐，欢迎李叶小仙女，你们居然没什么反应。不好听吗？不合道理呀，这首歌这么好听。好听好听，都沉默了。听傻了。风雪哥哥，你不喝酒啊？不喝酒好。越看越像七仙女下凡的那几个仙女啊，是不是忘记回去了？没有，我是因为跟榜一大哥谈恋爱，被贬下凡间了。好听的和不好听的都沉默了。不喝过敏。哦哦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灌醉呀？嗯，是吧？我应该是有这个能力了。我虽然一杯倒，但是你一杯都不用就倒了。美女今天晚上好漂亮，我爱你哦，加团加团加团。欢迎骚小白。来，风雪哥哥点首歌吧，我把你灌醉想干啥？把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拆分下来卖肉吃，把你卖掉换肉吃，把你的每根骨头都卸下来。欢迎喜羊羊。嗯，骚小白，这是老公哥哥吧？你改名字了？是的，就是你。这个名字好骚气啊！我要退了，手机没电了。哦，我给你发点电好不好？滋滋，骚老头子坏的，糟老头子坏的很，是吧？你想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啊？你问一下榜一大哥，你问一下榜一大哥怎么样才可以让我成为你的女朋友。不摩擦哪里来的电？嘟嘟嘟嘟，有电了吗？等一下喊不到代驾了，那就不要回去了。那就不要回去了，怕什么？或者你就走路走回去，走回去吧。不介意的。
秒了榜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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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送你两个嘉年华，能追求你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可以追求，做不做是我说了算。两个嘉年华就想让我做你的女朋友，大哥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那啥了呀？啊？那我们家大哥个个都能追求我了，都不知道送了多少个嘉年华给我了。主播家有三十多个大舅哥，大舅哥是什么东西？要多少个嘉年华才可以追求我？嗯，欢迎猫猫。要多少个啊？那不得几百万个打底啊，是吧？说说看，1314520嘉年华，睡觉去了，睡什么觉？不要睡，嗨起来！又又又，秋可闹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就是有诚意的，咱们就先来个几百个嘉年华再说话。欢迎我们周正浩哥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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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当，怎么点歌啊？嗯，这会儿不太方便弹琴了，只能唱歌了哦。追我不要华子，那要啥？直接小时榜第一，小时榜第一也太简单了。当当当当当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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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就好。对嘛，看看就好了，想那么多干啥呢？是不是？感谢深情哥哥的花开浪漫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吃不了鸡。打游戏是吗？两年没见了，没有那么久吧，深情哥哥。嗯，两年，我才播了多久啊？欢迎欧巴，欧巴你好多天没来看西若啦，应该有了，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要，你要爱情还是 RMB， 只能选一个，那我选择单身。要不我就选择 RMB。 差不多两年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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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跟你媳妇儿结婚都一年多了，那欢迎我老公哥哥。放个鞭炮送走这个名字，嗯，
什么东西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老公哥哥回来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！我认错了吗？欢迎查查。那榜三的骚小白到底是谁呀？他不是你吗？这完了，这多尴尬呀！这个我以为是你啊，我看着九级灯牌，我想的是你。噔噔噔，认错了，嗯呢。那骚小白到底是谁呀？骚小白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等等，不知道你。不看主页，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。那。他是江小白，江小白又是谁呀？就是之前的那个，死了。欢迎费小，那我还是没搞懂，那你到底是谁呢？哎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哇，好漂亮！你也好漂亮啊！咱俩是不是没怎么连过？对呀，可能是不是碰不上时间？你几点钟播啊？我现在都是晚上七点钟左右。那应该碰得上啊！我今天开的晚了，哎。哦。这样子啊？那你前面是不是也是要就是拉人气？不接麦，对，前面就是一个小时这样左右，我都不接，基本上不接。我发现才艺主播都这样，前面一个小时接麦就掉人，一接麦就掉人。嗯，不是吗？我也是，我最近都想着前面一个多小时就是也不接，不过我们习惯了，前面都不接。我们那么玩的什么？玩。本草纲目，什么东西？本草纲目，就踢毽子那个啊？对，可以，但是我看不到脚，应该我穿的裙子，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可以踢，这样子啊？跟着那个歌吗？你可以走远一点点吗？走远点，等会这个裙子它会那个啥，会提示的。太短了，也不是很短，都但是好像不太方便啊。算了，我们还是玩才艺吧，好久好久没有听你唱歌。也可以。好不好？我们这才艺吧。然后我们打榜还是打总榜？打榜吗？要不总票，我觉得你们家应该好厉害。打榜还可以，有点机会。这样子啊。那我是。这好有自信，他说打榜有机会，这样吓得我好像我有点心虚了。因为没有那个没有大哥，就是没、那个、要不我们榜十总榜加尾数吧？你这么说，我有点心虚了。榜十总榜加尾数，对单位、我不一定凑得齐，就是我这样说而已。凑得齐，我也是怕我凑不齐。好，那我们连个，我重新连笔吧，连个十分钟的。好的，好，好，我等你，噔噔噔噔噔，他这说的，整的我有点心虚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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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去哪儿了？噔噔噔噔噔噔 ，Mission。
我印象中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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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跟他连过。对，我心虚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见。好好的，闭门。噔噔噔噔，来来来，榜十宗榜加尾数，我们一起走一个。嗯，青杯八啦！我们凑那个热气球吧，怕啥？大不了挨一顿毒打。盖优老公哥哥。咱能不挨打就不挨打呗，谁挨打上瘾了。来，榜十总榜加尾数啊，哥哥姐姐们。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可能会凑不齐人了。有个总榜保个底，还是有点机会嘛，是不是？骚小白怎么不见了？骚小白哥哥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你看，他们家榜六了，他们家榜六了，加油啊，同学们！我们先占榜啊，欢迎我们心若哥哥。心雨下播啦，噔噔噔噔，我叫你心若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好听啊。噔，放学了，好，刚好回来我这上班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可以上榜的先上榜啊，可以上榜的先上榜，他们家都榜六了。我们有热气球的上个热气球，然后他们家的榜倒不算特别的高，应该热气球可以的。我们先上热气球啊。欢迎快乐哥哥，心雨下播了，刚才在那边。好，算上风雪哥哥，我们有两个榜啦。哦，你刚也去心雨那里了，害得我以为那个骚小白是你。好的，风雪哥哥，欢迎我们钟荣浩哥哥，家人们，榜十，先凑榜十，我们还差三个，还差七个榜啊！谢谢我们心若哥哥，打开抖音就看到他了。谢谢我们深情哥哥，对面有实力哦。是的。对面家榜七99了，他们家榜七99票了。谢谢我们深情哥哥，现在有四个榜了，还差六个榜啊，还差六个榜。啊，明明哥哥你回来啦！明明哥哥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你？谢谢我们若水哥哥，若水哥哥榜十，我算上你了好不好？算上你了，谢谢我们家石榴。哎，这是我平时认识的若水哥哥吗？好像不是，哎，好像就是另一个若水啊。现在有五个榜了，还差五个榜啊。好的，朱仁浩哥哥，谢谢我们心若哥哥榜十差一二三四。还差五个榜。申请哥哥，若水哥哥，我们可以再补一点点吗？再补一点点，我们可以补得到520吗？补到520，还差五个榜，哥哥们，明明哥哥，小弟弟，小泽泽，味道哥哥。谢谢我明明，还差四个榜，冲动哥
个方便吗？我们还差四个榜，还差四个榜，家人们。咚咚咚咚咚！感谢我们深情哥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还差四个榜，对的，没错，我没有数错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欢迎悠悠，嗯，榜十差四，榜十差四，哥哥们，还有四分多钟啊。他们家现在的榜是他们家榜九了，他们家榜九119，他们的榜一也只有500多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个热气球基本上就能拿下了啊，有个热气球基本上就能拿下了。还差四个吧，我们谁在的？尝尽悲欢离合泪，给心蒙上一层灰，叹一声我佛子。欢迎话费会花费话发话费。从我安息了吧，安息了吧。榜十还差四个吧。众筹啦，家人们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欢迎哥哥，我们可以助力一下的，可以助力一下的，我们有热气球的，上热气球，有比心的哥哥，我们助力一个比心鞋好不好？他们家榜十199分了，他们家榜十199了，谢谢风雪哥哥，还差四个榜啊，还差四个榜，我们热水哥哥，热水哥哥，你方便再补一点点吗？热水哥哥。小哥哥在不在？不太够人哎，味道哥哥，呼叫味道哥哥，呼叫冲动哥哥，祝荣浩哥哥，有没有办法占一个热气球？我自己可以上一个榜啊，那就最少我们再来。一二三，再来三个榜，最少再来三个榜，好不好？最少再来三个榜，我自己可以上一个榜。还有两分多钟，还有两分多钟。有没有哥哥可以助力一下的？再来三个榜，再来三个榜。欢迎八五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够人呢！欢迎天随人愿，不够人呢，怎么办？有小号的哥哥方便再开一个小号吗？果然是凑不到人了，急人，对呀，不够人，那个号不在了。嗯，好的。小白哥哥，榜十差三个位置，差三个位置。南阳哥哥，榜十，一个热气球，一个热气球，哥哥们。我们往家人们，我们往600分打啊，往600分打。深情哥哥，我们再补一补。小号没闭，好，没事。南阳哥哥，小白哥哥，前面的哥哥，我们往八。往600分打，往600分打。谢谢南阳哥哥，还差两个榜，还差两个榜，家人们，热水哥哥可以再补一点点吗？骚小白哥哥，我们中一个榜，还有谁可以再助力一个榜的？还有谁可以助力一个榜的？小哥哥。一个热气球就够了，家人们，一个热气球就够了。我们守一下总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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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榜守一下，总榜守一下。我们祝荣浩哥哥再补一点点，深情哥哥再补一点点，祝荣浩哥哥。
深情哥哥，我们补一点点，往五百补，往六百补，往六百补。守住守住，他们家宝石是三百，朱老师哥哥再补一个，不够，不够啊！输了，输了。哦，好，我们补到四百分就赢了。我们总榜被偷了，总榜被偷了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感谢我们风雪哥哥，谢谢我们明明哥哥，谢谢我们老公哥哥，谢谢我们味道哥哥，谢谢我们心若哥哥，谢谢我们的石榴，谢谢南亚哥哥，谢谢我们深情哥哥，谢谢朱荣浩哥哥，谢谢上善若水啊，谢谢大家。早知道你就上了，号都换过来了。我看到你换过来的时候，我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，但是你没补上来。然后最后没时间了。 Hello, 刚刚是惩罚干嘛来着？惩罚才艺，对。好，还好我们刚商量的是才艺。我也没把握，刚好很厉害很厉害，然后刚好你大哥进来了。霸气厉害。感谢大家。我这会儿也只能唱首歌了，因为我到点儿就弹不了琴。我们都来一段吧。欢迎神音哥哥，我先来还是你先来？你先来吧。我先来，我唱。